Somebody to tell you everything gonna be fine. I want somebody to listen, somebody to listen to me. Somebody to tell you everything gonna be fine. I want somebody to listen, somebody to listen to me. 是什么让你一直停在原地？是什么让你断了不该断的联系？是什么让你眼中忘了一段旋律？是什么让你对不喜欢的不再嫌弃？我的喜欢是慢慢积累起来的，不喜欢是一瞬间的事。 就很坚定，未来会好的，就这样吧，反正我会继续前进，再也不会有找我想要见的人。我祝愿你的选择能够让你快乐。上帝关了我的窗，我的门，怪我想太远了，分开不一定是坏的。不同的列车都在开往不同地方，其实我想过你会停在原地。也许人和人都会一样，遇到麻烦，也许也会逃避，要学会习惯相逢与离去，学会在失望的时候没有任何情绪。对我喜欢的，我会付出全力。 努力做自己想要唱的旋律，没能如愿，再扩大他的计划，在他们眼里，他说的都是屁话。努力的证明，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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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证明他不稳定的计划。Somebody to tell you everything gonna be fine. I want somebody to listen, somebody to listen to me. Somebody to tell you everything gonna be fine. I want somebody to listen, somebody to listen to me. 他还是离开了家去遥远的地方，谈到未来，他不想和谁细讲。他不想落后，他只能选择上班。不熟悉的环境和不合口的饭摊，家里好久没有通过电话，他学会了撒谎，把往事不住泡沫咽下。他不敢期待明天还有以后，他渴望能飞，把梦想埋到宇宙。他们的诋毁，他一直记住。他外表坚强，就像个立柱，外界的影响，他常常羡慕嫉妒。他天天熬夜，为了加快进度，越长越呆，现在越来越讨厌。为什么自己承受不一样的考验？ 讨厌，他拼命生活，可是那些都是表面。他清楚自己的遭遇，他不得不狡辩。结果你对了没？还会不会继续探索前方的路？还有多少个明天？还有多少个危险？还有多少个未知数？阻挡我前进的路？